凤姐啊，领袖有好处，什么好处？那个等下凭着那个签名的报道哈，等一下我们到工作室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可以领一本夜间风传。哎，张桂香，有。来，谢谢。陈冠中，有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杨秀蕊。因为榕树它的那个本身哈，它的水分比较多，大概80%几拢是水分。所以咱讲榕树是真正庄子所讲叫做无用之用，听有无？但是你的这个茶别当成别当茶，多方拢搞起来，一个墙壁是八方拢做啥？在乾隆六年以后，才有所谓的这个那个庙宇的店。那么他所谓的我来这户，大家会写到这个东条西村，那个讲上面那个拜东君哦，东君的意思就是这万春将军哈，因为这个那个。台南树草市草的这个那个大宗庙所祭祀的是不一样，那个台南那个市草呢，它所拜的是清朝的，那个那个天种哈，所以呢，大家来对，你了解一下大宗庙多一点，大家那个东西拢是晓得，大家了解一下哈。那个大家明天看哈，你有看到那个雾泉水哈，不管是这个大泉水、米泉水、长泉水哈，这个大宗庙有一个比较特殊的，就是这边所有前道的杂波的神明哈，为他们。老白、水秋全部都有怎么样变产？变产的这个证据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去了就是这位，他背了就是这，去化验证。那么这基本家听到了说的这些，我们所有的学员啊，是安怎去了这个三十八，背了三十五？黑白无常，上面我白将军。黑白无常，那是白虎的，那是那是什么？虎啥啥？地震。地震有无？有看到下地震无？迄个虎，迄个遭，迄个震灾有无？哈，有看到无？虎遭震灾有无？哈，所以呢，交合几年是当时？交合几年？等等等等，怎样讲？28。什么28？民国28年。民国28年哦，那拖熊熊一样的，你讲要熊起来熊起来。大正年年的民国一年。大正这个大正年年多民国一个元年大正14年多民国14年，所以昭和2年起大正对吧？是民国16年，16再加11是1927年啊。啊，你有清楚不？没。哦，盐水镇遭受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地震，所以我兄弟讲的这个卡乡哦，给他给人请，我们要盖房哈，就是什么样形式怎么行呢？也行不过怎么样去到竹子街给我们请来的。第一项哈，其实当中有这金嘛，金像哈，为什么叫金像呢？因为呢，这个前面这个附近哈，咱讲的头前一条叫做三湖路，叫做什么街？五街。五街，然后来注意听啊，您他多少老板？上面那几个鸡，我给你大头嘞，你跟底下地头说的头前，底下你给他变。啊，对了，报鸡了。来，注意听哈，你们刚刚自己有答对的，举手一下。刚刚我那个问题答对了，我刚刚那个请点一下。我们的理事长是不是说要怎么样？提供十杯什么咖啡？所以您呢，争取机会哦。我呢，等你哈，名落孙山外那个拐弯哈，听有无哈？